换我说出来，应该两个很开心哦。你们刚刚在讲那些台词超戳心的，真假的？我乱讲的。可是就知道剧情的话，就会觉得叫砸波一样的，快点抓他回去啊！是时候吃药了。It's a wrap. Yeah. Woohoo. Day one, only day one, 我们有 ten days. 今天是拍摄第二天，我要重新经历这个 SOP 啊。要出嫁喽！跟我老公认识不到两天，会太随便吗？有一点，我没有啊。这边的楼梯都可以不用擦了，我已经擦得非常干净了。哇，这是最累的一个 shot， 高跟鞋是最痛苦的事情。我错过了你痛苦的那一刻，其实还好哎，我已经有点习惯了。习惯了，但是其实这块就不小心出毛好了。午餐时间，来这个叫什么？曼妮菜。对，这个呢？忘记了。我。介绍一下你的单位，你可以看到你的窗口吗？专门观看美女的窗口。然后还有一个很诡异的铁门，这个像监狱的铁门，就把它打开。欢迎光临，小心头探头，那你应该抓不到。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啊！小朋友小啊！你小了你就认小啊！煮东西这么隐秘，他看来要煮的应该是不一般的食材，一些不可告人的食材，例如说小孩。我的意思是 ASMR， 你感觉真的比较习惯，昨天很痛苦，因为这已经没有毛了，昨天已经拔光了，有点怕。幸好我们有得罪导演了，等一下他讲我来，来我。好了吗？哎，其实蛮多的，所以你变勇敢了，是我的毛变少了。哎，艾瑞卡，要不要帮你清一下黑头啊？好，你住的地方很多杂物，什么杂物？是我家具。这有点像寄生上流的那个地下物。我在这里打那个摩斯密码，求救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对不起，我就在赶一个做推销的人。哎，他才是上了那个顶楼。哥，你给我几种不同的那种负面情绪了。啊 ，OK。你们干嘛 ？Camera 突然转过来，然后有人叫我们发现我们是看。你看到我哭吗？有啊。有看我眼泪吗？有。真的？这是我第一次演哭到眼泪出的戏。准备个红包。给谁？给谁？哦。做牙。哈？因为你躺，你会躺在那个 ambulance 的那个担架，我会包一个红包给你。哦，酷，有红包收哎！不是什么大红包，只是它只是一个红包纸而已，一个红包纸，可是里面有一点钱。哎，通常才是拿什么来提醒自己？我拿我的哭声来提醒我自己嘛，我哭出来那我就 feel 到自己的哭声啊，我 feel 到那个 sadness。OK， 我们现在一个醒来到了医院。哇，我等下会以一个受伤的状态，而且会坐上救护车。我第一次进来马来西亚的医院。就路过人都会带着一点怜悯的心看着我。我们的时候也要找到一个新的戏路了，可以扮演木乃伊。这个是比较嫩一点的木乃伊，包一般吗？老师要不要一下？看我受伤，应该两个很开心哦。好。再一次什么东西 ？The face ID。没办法。是我，是我。自己上车。你有躺在救护车上过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全新体验哎！啊，主要排后面的，主要排后面。很紧张哎，他们的动作会让你很紧张。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关着眼睛是，可是你可以隐约 feel 到那个 ambulance 灯在闪。这个大衣是为了这个剧情吗？好符合这个场景啊。Good acting 哦。我觉得一开始你坐在那边包扎的时候没有感觉，可是你现在一躺到这个担架上面，我现在心里面也觉得好紧张又很难过，就好像真的有这回事一样。对，大家行动很快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啊！我在里面用我的手指刺我的大腿，叫我不要乱动。不好意思，我爸两个位。搬个电梯都是为了你。我没想到有一天跟你拍片会一起拍到医院，真的真的是没有想到。
Yes， 女朋友终于进医院了，可以换个女朋友。有模有样哦，他不是医生来的。哇，我的新 tattoo。怎么又要经历一次？对啊，我的毛已经光掉了。要拍酷戏现在可以哦。就给你好了，这样子。希望你顺顺利利就好了。顺顺利利 ，OK， 收了这个红包就没有不好的东西了。谢谢。好，出来了就 OK 啦。刚吓到我，我出来还没讲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刚才那个是你的上床费。导演，我今天有床戏吗？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吗？有，你呢？你呢？很轰动嘞，很多人一起。多。我觉得比昨天那一杯好。可是少味还是很重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喝这个，这不知道 KK 有没有哎？我跟 Gary 卡口一直是差很多哎，他是一个不喜欢吃草莓、哈密瓜还有芒果的人，怪人，他不吃辣才奇怪。内脏、面、猪肉、导播，没有内脏啊？嗯，就是法国爹的感觉，这个面很好吃哦，很 QQ， 嗯，在路边开行李箱。嗯，给你好 ，OK。这个挺很 chill 的讲师，就是都还没有开户完。我刚刚看到招牌，然后我就很想要看着字母念出来，然后就是 ice cream， 哦，原来是 ice cream， 没错，就是 ice cream， 就是 ice cream。哎，你很厉害，你会马来文呢，真棒。马来文，就是三号的一般人，一般人。对，就一般人哎。我以为是原住民哎，不是吗？怎么了？他是一般人，也是一般人。他族的名字就叫伊班，伊班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场景。高兴作品 ，We want you。李用在后面超抢戏，什么意思？你千万不可以得罪他。很多 production 都要请他的。哇，给他多点镜头 ，please。嗯。关注那个椅子，把椅子交给你。哦，红柜那个柜子也是他做的，他是一个一个慢慢钉。木也是他去砍的，木也是他妈妈去砍的。这个衣服也是他车出来的。车那边一用的那根针也是他磨出来的。这个鞋子也是他的。他是也是我们的交代人，所以你可以跟他讲，请给我一个交代。我们需要什么交代？你快点别忘了。好的，好短，哎，你们看到的腿很短很短呢，像是一个哈哈精。对啊，你看。我们要去看自己拍的吧？为什么有人看到？只有我自己，老板去自己做。这个沟通，嗯，你 rap 了。我还要继续拍啊！你真的很会。演哭戏，我哭完其实会心有余悸。关于那个印象，要想些什么？可是我后来全部都没有想啊。是啊，哭爆了。我很有天赋啊！耶，下班了，你认了，耶，去逛街。他们还在上面。导演换人做，导演换人做。喂，很累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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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我跟 Erica 讲必吃的。都不讲话，不想讲话。最后一天就是要来买伴手礼，对，这个是 David 叫我们一定要买，他想不买会后悔。我们家的人跟公司的人都很喜欢吃。对 ，Melon 哪个？这是你们的吗？对。要买吗？要买吗？东西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哦，他连乐事都是台湾的。吃过吗？但是他们有没有？嗯，台湾有。是台湾有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好吃。买去说，去说，榴莲咖啡。我不敢尝试，我连真的榴莲我都还没吃过。输啦。最爱。然后我哥叫我一定要带这个回来。庆功宴。庆功宴。这个东西很厉害。
尖，有点像蚵仔煎，可是它是 Dirty Tissue 版本的。你看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吃的，它就是捏一点点，就沾边这样。嗯，为什么讲 Dirty Tissue 版本大家都要笑？什么意思？让我跟你解释，这你不懂啊？没有。紧急状况，紧急状况，下大雨，太大了，全部人来里面躲雨。幸好我们吃完了。我们准备送的，哇！香水，下次来可以光大招待。去台湾，说下招待。在关追 Erica， 在马来西亚人这么热情。说来讲，你千杯不醉。对不起，太夸大。没有没有。我今天的目标是要关注眼光，可是现在感觉像是他要来照顾我了。我进最后一餐，这个叫做糟菜粉干。第一次听到这个菜耶，叫糟菜。嗯，这面的口感是没有吃过的，前所未有的。对对对，一咬就是那个大米粉，看它酸酸的，好吃。好，也是不是很适合做美食主播哎。我们要走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实我现在的心情跟我第一次去 KK， 然后现在回台湾的时候的心情，那不舍得的心情，那么喜欢这里啊。因为大家都对我们很好，真的很感动哎。老实讲，可能真的有些人就只会见过这一次。好，下次你们来 KK， 嘎达招待。下次来台湾。我带你们玩，哎，没办法招待，没办法招待，不好意思。奶奶讲一个你最喜欢的食物啊，芒果鱼，芒果鱼。但是你不会吃那上面的芒果啊？对，很奇怪啊，不想吃芒果、草莓还有哈密瓜。OK， 估计我们下次再来喽，拜拜。